Marvelous, amazing. 你这边有多少棵？500多棵。Wow! 就是人家来吃了，要种一棵树做纪念。啊，现在它这个果是24。哦。啊，它还没有，因为我还没有砍掉这个，因为它这个已经是老王树，可是它这个是24果。所以是一个树可以长两个果啊！哦，哎，这样很省地方。现在这棵也是一样，这个我要变，给它变毛王，借枝下去。哦，这个竹根是什么？因为它打太多了，弄住它。哦，哇，好多榴莲，会不会给它掉下来？这个以前也是毛王来的，好像以前之前好像刚才那个小棵感觉这么大棵，现在这个就变成毛王了哦。人工毛王，所以这般榴莲会比较差一点，它又大粒果又小粒果，哦，会影响到它了，影响到这个大粒的果了。你这边有多少棵？500多棵。哇，就平均就是种一棵榴莲树要大概多久它才可以？五年。哦，5年了，我还以为是10年呢。10年是那个以前那种没有戒指的那种。哦，所以现在有戒指就更快，啊，就省掉5年。这些更快。嗯。为什么这些它已经树老了吗？哦，它上去它这小小棵它就3-4年就有果了的。哦。因为它老树盘根了。哦，就靠着那个老树了，就直接长。啊。好。好，哦，欢乐榴莲园，这个绳子是来绑住那个榴莲，然后你可以数那榴莲，还有给它不要给它掉咯。So， 它们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绑绳子咯，有另外一种就是放网，然后让它榴莲掉下来，所以不会破，对，不会坏，不会跌破。你那个吃榴莲吧？刚刚跌了。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试看这里的老屋榴莲。对，听说它这边的榴莲呢是其中一个蛮老的那个榴莲园，所以算是蛮正宗的榴莲园，就是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种，是种了很久的一个老树，所以他们出产的榴莲就是不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猫山王，都是刚刚掉。你先吃啊。肯定是你会品尝的嘛？啊，他吃毛山王啊，毛山王。嗯，算你吃。Marvelous， amazing， 那什么 ，comment 呢 ？This is the taste of Raoul。他刚刚跌，所以可能还没有这么甜。嗯。哈哈哈。很好吃的。哎，我这个还不错，很漂亮。OK， 我本身是不吃榴莲的。OK， 我现在试看一粒啊，哇，好吃没有？哇塞，还是吃久了还是甜耶。可能刚才我吃太快了，所以就那甜还没有出来，但是我有点苦苦的。没有，它苦啊，不过它就会带甜。嗯。吃久了会甜，没有没？苦一下没有苦啊。你为什么吃甜啊？很甜，我觉得。嗯。我觉得啦，因为我吃久了最好会比较甜。对，就是猫山王卖假的小食品，我可以带回家。对啊，满地都是，满地都是，随便捡啊。这个季节一下就是一次会生产多少粒？10万粒啊，7000-8000粒啊，都不定的啦。让我们去下一个单。下一张。
现在我们在榴莲工厂，然后这边呢他们是做那个技术冷冻。走。哦，你们不是切出来，然后是的，哦，这样子就是粒粒出锅。三年。这个是三年。三年对吗？是吧？还没有到，差不多三年了。三年。可能做到很美，三年再大一点，看到看地啊，这地方。这个是榴莲院主的餐馆，叫欢乐园海鲜酒楼。你要帮我们点菜啊？哎呦，什么好介绍？什么好吃的？什么好吃？什么好吃的？哇！排骨。这家的特色啊，这家的这里的特色。好了，你看看，拉看看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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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，